之后我这边放出来会怎么样好了？因为我今天放是不太好，放着慢慢养大嘛。对啊，一下注意。嗯，毕竟我的频道比较多宝可梦的东西，或许会不太一样。对。历史记，但丁，丁阳，上课。这几天真是开好开门。开错台。没有，因为我的 OBS 发现说，刚刚那个声音收不到，要讲这么大声才收得到。这么大声？这么大声？哦，快点！我常常在用我的影片的时候，发现我讲话就是越来越小声，会断掉，会不见的。这么大，多难弄。狗的声音，让我记得到。哈哈，我开了，好。啊，空白吗？安安呐、啊，还没开那个，啊、开了又要断一下。最近很常开，嗯。我也很常开，我开超久。我今天没开。嗯，你们听我声音有点低沉，是因为刚睡醒。哎、欸，你现在声音比你下午好一点，好一点哦，哈，是啊，你下午那个声音听起来比你太重，很恐怖，很像你就是重感冒一个礼拜的那种感觉。安南安南，小雨安南啊，不是小雨的粉丝666安南。小雨安安，你这几个看前面几个字讲，看前面几个字念出来，直接叫我傻眼。今天玩什么？先打淡定，再打金羊跟金羊羊。好哦，等我们打完淡定再开放金羊，来啊！那我要耍废，我要玩重龙。啊！我要玩。那我要耍飞，我要玩。你要玩？你还会玩什么？我也不会玩什么。你还会玩什么？我要玩这种。玩宝可梦。开农场。没开了。任务了吗？还没。也是宝可梦啊。大会工作室还不入坑哥啊、有啊，工作室有人入坑啦，还没到而已。对、欸，哎呀，一楼的，一楼人有，那、哦、喊穷吗？这个骗子，这个骗子，我昨天才在喊说你们都是骗子，喊穷的，结果没有钱，如今又多了一个骗子，又多了一个骗子，要讲啊，我也很穷，我很穷，不拿手机直接拿 Switch。其实我觉得，如果真的是只有 PC 的话，我是直接买爆了。可是就你要买一台主机就，你呀、啊，告诉你，我现在拿 Switch 有多么近，就是这么近，就在旁边，好吗？两个宝可梦玩家回归啦，对啊，又一个要离开我们，又一个要离开我们缅怀他，我们两个礼拜后见。真的是两个礼拜后见。看你们可以抓多久？哦、我两天就卡。我看这边刷色尾嘛，一刷就是五个小时。色尾台。没有，我们就在想啊，因为像
Pokemon Go 嘛，那时候热潮也就是跟那个什么探险寻宝也是热潮就一下。探险寻宝也差不多两个礼拜而已啊。就是过关就结束了啊。啊，这个应该就还有四组。可是没有百变怪很难干哎、欸。没有啊，现在就是主要你要六 V 就是连锁啊。可是不是一定要破二周目吗？连锁二周目不是才会飞起来？连锁的意思就是一直怪，不能让它跑掉。对，要抓它。那你要一直抓同一只，连续抓很多很多只。啊，小雨今天就抓到一直被跑掉。啊，我今天抓到21只，然后跑掉哦。哦，好爽，哦爽，丢第二颗球就跑了，我真的是。爽，我都已经让自己，你知道我已经为自己设下停损，因为他如果是你自己跑走不抓他的话，那个不算，就是你离开对战的话，他不算他跑走了。然后说投两颗脚没有，就是对啊，我就停损，现在我想说，我丢个两颗，然后我就不要了，我就要走了，然后结果他第一颗直接丢，他是第一颗还是第二颗走？就第二颗球丢了，他跳出来之后，然后就跑走了。我就走喽，有多神奇？那第22只也会有六 B 吗？没有，总共连锁到几只？他31只之后就是固定4V。比啊六 B 嘞？没有六 B， 他就是4V里面就拼运气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。哦。对啊，他就是你抓11只之后是2V嘛，然后11只是3V，然后31只是4V这样。然后就是另外你要到后面才能看那个啊，他的体。我已经可以看了。哦。你只要过到那个，你不是应该可以看了吗？啊，你接不接任务啦？那边晃。呵呵。很凶。小雨剑没看、啊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是刚进洞穴那边而已啊，我不知道拿到没。你有开吗？有啊。有啊，小雨有开啊。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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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回去。有，我看到它可以变发型。去小雨家，回家。啊，对啊，我贴那个影片超好笑，抓了300多只，然后还要抓那个六尾的色尾，结果来了胖丁。六尾，好好笑。他说来色尾，来色尾。哇靠！你在穿但丁哦？你那么强化过啊？强化过了、啊。哦，前人，有钱人，有钱人。真的有钱人玩斩斧嘛？哎、欸，没有冲斧的对。你在玩了、哦？我你说会不会玩哦？我来这里，點點拜托，拜托让我练习。哪里？哎、欸，这里。要跳是不是？站起来啦！等一下，哎、欸、啊！狙击吧，狙哪边？我狙瞄准把它转向，然后我站不起来。啊！我没夹崩哎。要再跳一下就可以骑喽，拜。我要小雨，咬他！他是、啊、他是什么？是另一站吗？没有，普通位，上位哦，上位了。不要转那边了，对不了。喂！干嘛把你闪下来？气死！我说应该不在了，没跟我抢。抱歉，要今天晚上没有玩。四里屁，他快倒了。1、2、3、4，下来。耶，我可以跳了，让我上去啊！过山弹来喽！哎呦喂哟！来这个啦！有没有抢跑家外甥啊？啊，这个啦，我直接就直接把影月闪下来，你知道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影月说：“哎、欸，这个人怎么这样？”骑上去，我马上换成光弹。哎、欸，要可以骑了。哦，这怎么？刚才的这个教程好损。啊啊！弄不出来了。你好啊，工程师。感谢泡芙。泡芙这边，这是不是这边啊？今天好猛哦、喔，超猛啊、欸，真的。哎，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说他超猛？他、欸、今天，我不是有我不玩的啦！对不起，
样？这个人怎么这样？找我跳一下就上来，跳一下，你知道跳几下吗？抱歉，我刚刚只需换个零钱，嗯，就被夹走了，枪位。打尾巴，拜托，小雨打尾巴，小雨打尾巴，我需要他的忧郁，忧郁啊，宝玉。我把这条飞了。你可以把这个当宝可梦吗？宝可梦可以那个、啊、下午看，我最近下午应该都会开。对啊，开多久不一定。我这样感觉进度很快就会结束了。然后小雨有发影片哦，你有看的可以去看一下精华、哦。对啊，我发影片可以去看。发精华哦。然后我被晕了哦。哎、欸，是呀，真的蠢啊！对，原来是因为卡了人家。我以为你丢困难弹打我哎。对耶。哎呦，挂了。不要啦，把奖学金拿来用。不要啦，不要啦。哇，小雨被抓走了。你看，你再起。我只是在调聊天室。你再起。到底真的生气了？抱歉嘛，不提了嘛。把手上次，上次我跟他跟雨月在打，雨月就是被咬起来，但是咬一起来他就死掉了。咬就说嗯，又是中毒了。对，他就把雨月吃下去，然后说再吃啊，中毒了吧？毒死哦！吃啊！把雨月咬起来，然后就被毒死了。好惨、哦！好好笑。哎呀，尾巴没断。有十颗啊！你等级高啊，气！因为克制强化的回血是都让他的吧？嗯。他的克制强化、啊。谁的？你的吸血。满二龙暴雨吧。要看是、嗯、不知道，我忘记了这个。哦，你说比较低的是不是？哦，对，那个好像是，啊、因为 我那一把麻的那一把棍子的，就是你刚刚是骂脏话吗？麻痹的，我刚刚骂的，麻的，麻痹属性的超虫棍，麻的超虫棍，它好像是 R 六的吧 ？R 六的好像都是要那个麻的宝玉，哎，我那个有克制三个。我就是在装纸装那个啊，装石头的时候被你挥到。好好思考要怎么翘课，别翘课啊！啊！哎呀！跳！我看你，怎么没人打一个啦？有一个自私的扩散弹正在攻击。扩散弹来喽、啊！你不要啦，你每次都这样。哎、少一个颜色了。嗯，这个宝可梦啊，是风速狗啊，你不知道吗？他不要侮辱我的风速狗、啊。他翻的什么？炎帝啊！啊，明炎帝是最后一只啦。最后一只叫什么？风速狗啊，风速狗啊。换吧。对啊，不换。长更奇怪了。发那么长，又是这个颜色。那你干脆说超梦好了。屁呀屁呀！这是风速狗啊！土狼犬。棍子很长。哪里啊？大姐。棍子、欸，我嘞，你亮一下嘛！我很久没打了。打人吗？对。对，打人打龙。哦。哦，卡迪狗，卡迪狗，卡迪什么？卡迪狗什么？卡迪娜的吗？卡迪娜。什么冠名商？卡迪狗啦，这个如果是母的，就是卡迪娜。哦，那个嘛，哦，合理耶、嗯，合理吧，合理吧，合理吧。哦，有人丢。我的血。我来了。卡。哎呀，我已经蹲完了，我还不揍死你。
我不是什么程序，为什么搞？哦，我没带麻痹弹哦。哎呦，别撞啦！我看一下东西啊。他舔你耶！你舔不好吃，他跑掉了。没有让他觉得好吃。差评了。不要啦！新的没？没了。尾巴断了没？还没。尾巴。哇，那插了大腿。插大腿？什么大腿？插了腿。哦。大拉腿。插。哎。哎，帅了吧？斧头用单手拿。哦，你说那一把武器？对，而且你举盾竟然是那个魔法阵啊！你自己对啊。帅的吧，要动哪里包你包断了吧，没有啊，我包还在干嘛了，干他干，哇没断哇又没断哦，你们这些拿刀的我很难输出啊，干嘛你又被敲晕是不是，他会敲啊，好爽哦！平常这样子对待我，哎呦，有人盯了，哎呦，两个人盯了，下一只应该是挖了吗？碉堡，下一只比雕啊，对啊，喷火龙，喷火龙吧，啊，喷火龙，喷火龙，啊，喷火龙，